在咱台湾基层的警察是真无闲，亲像非洲 DJ 武汉肺炎的客栈，拢会当看到因辛苦的形影。不过这不是因的本业。民间团体伫13就召开记者会，抗议警政单位指派伤济业务，和基层的警员，也和因产生过劳的问题。台湾背心团协会、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等等，斗阵化口号，讲基层的警察自疫情开始，除了爱查民众挂嘴案，搁爱顺非洲 DJ 喷烫，本地一挂唔是警察专业的代志，煞拢变因的业务。是你不讨论他是不是警察工作，你先说哦，我先评比，或者是说甚至说哦，我只是鼓励大家，我不评比，那就会变成说好，那我今天根本就不用在意警察的工作的核心范围是什么。民间团体表示，抽查喷烫、搁有客栈、汽机车、排气等等，本地应该是环保局的业务，煞予警察对代替执行，变成因的事项，因嘛不满。警察的工作重，基层过劳，顶官无应该因为巡逻能力多，着啥物拢交予基层来包办处理。啊，这个行政协助的规范哦，我们认为要更明确化，而不应该让政府首长或警察首长随意调动基层警员去做不该做的事情。民间团体指出，要让警政业务回归专业，也要求警政署要定出行政规则，拒绝严重影响警察勤务的行政协助。警政署表示，相关议题进程已经有初步回应，会阁配合政府做调整。记者陈阿文、李学凯台北报道。